今天我来教教大家 digest 的用法。digest 可以表示身体上的消化。饭后散步有助于消化。A walk after meal helps me to digest. Digest 还可以表示心理上的消化，即理解、领悟。我这样说，你们听得懂吗？懂了。我要好好消化一下今天学到的知识。I need to digest what I learned today. 从食物中拿到的精华就是消化，从文章中拿到精华就是文摘。所以 digest 还可以表示文摘摘要，比如读者文摘，推荐理由是他用持久的人性的东西。读者文摘 Reader's Digest 你会用了吗？会用了。